快去。好，公主，公主。公主怎么了？公主怎么了？公主寒气发作，快带她去温泉。等等。子夜服了制服吧，温泉已无用，送去药炉。好。请放心，谷主暂时没有生命之危，吾日即可醒来。那就好，那就好。宁伯伯，可是还有什么不妥？当年子夜沿着冰河顺流而下，飘到了药师谷。虽然雪怀公子把唯一的伏兵给了他，但子夜也在水中漂了一晚上，冰河的寒气深入了骨髓，从此落下了寒痹症。前任廖谷主给他开了一方令他调养，但是多年来劳心劳力，沉疴入骨，这病症倒是逐渐加重了。方子也不像刚开始时那么管用了，现在只能靠着药炉里的温泉养着。是我连累了他。子夜心里应该清楚，你为了他赴汤蹈火，他岂能置你于不顾呢？他应当是希望不要再有人因帮他而死了。我听双红说，子夜是为了救你性命赶不回来，于是服了制服丸。那制服丸的药力非常猛烈，再加上此次出谷时间又太久，踏进此一遭，以后要想出谷恐怕是难上加难了。宁伯伯，我能做些什么吗？你有伤在身，回来后还没有休息吧？无碍。子夜现在已无大碍，你呀，还是回房歇息吧。你要保重好自己的身体，莫要辜负了他冒险救你。知道了，伯伯。霍七公子，谷主的暖床十二时辰烧着，也用不了这么多柴火，你还是回去歇息片刻吧。更何况你的伤还未好。你照顾谷主便可，不必管我。
醒了，谷主，你醒了，有没有觉得不舒服呀？没事吧，谷主？谷主，冷不冷？来，慢点。谷主，我去给你倒杯水吧。霍公子，霍公子，谷主醒了。我昏睡几日了？有一阵子了。谷主刚刚很不可以，可是做了噩梦。可是梦到蒙家村的人们了。风吹雪落，眉香如冷，好冷。冷？这暖床烧得热热的，怎么会冷呢？我。可是我的寒症又加重了。一路跑。孤身如烟赴长夜，命运沉沦漩涡之中深陷。谷主昏睡时几日，霍七公子日夜守着，不是砍柴就是烧暖床，一刻也不曾停下过。